说的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布，不敢相信的布，不敢相信，一转眼暑假马上就要到来了。那阿布有什么计划吗？当然是努力读书，做个用功的好孩子啊。你是当个诚实的好孩子。不开玩笑，你知道在暑假第一天就有一个超热血的比赛吗？难道是全国高？国防部好，看国防部全国高级中等的学校，哎，就是国防部全国第六届，全国第六届，就是国防部第六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，爱国都一样，一对决赛，对吗？嗯，有一点，但这不是重点哦。重点是，重点是在暑假第一天，7月1号，我们期待已久的一队的决赛要在两厅院广场盛大登场。在全国众多一队强校中脱颖而出的9间学校，将在那天一较高下。好想看啊！比赛一次。精彩绝伦，这些学校已经投入超多心力在练习，过程一定超级热血。哎，想知道吗？那我们就亲自问问他们吧。好，我们说走就走，跟着阿布一起跟他们聊聊一队的酸甜苦辣。学校一队特色是什么呢？主要是笑容。我每个队都青春可爱又活泼。那个着重于在特技啊，我们着重于在特技。我们会旁边拉配。我们是以基本枪法为主轴，然后去搭配不一样的音乐。千手观音的部分比较特别一点，其他学校没有。陆战体系的枪法在学艺界是很少数的。陆战枪法是边走边做，还有高踏步。为什么想参加一队？变枪帅。喂，安全。哦，那边接下来了。之前也是甲女一队，很帅，我就想站。然后想让只是自己的高中生活比较不一样，因为觉得超枪会觉得很帅，然后又可以上场表演。加入一队的收获，可能走路有风吧，不会驼背。之后长大回想起来，会是一件很难忘的回忆。有超级大片的一个 OK， 是一个圣诞树形状。我们中午午休就会比别人少掉休息的时间。对，你们都没有时间睡觉？有啊，那个上课跟上课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完。上课跟上课之间的下课。哦，哪一队是最大的对手呢？庄敬高职。仁德跟林道2间学校。我觉得是北区是庄敬，中部还有那个仁德一专。现在的话，中间就跟庄敬。星星高中啊，爱之爱之，怎么念完了？我很爱他，互相相爱相杀。我觉得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，是没有任何对手，但是我没有，我意思是说每个对手都是很强的。最喜欢国军哪个一队？我最喜欢的是陆军一队的枪法。比较喜欢空军一队，但是最喜欢的还是陆战一队。因为是空军，他们的云手是很帅，感觉他们的那个敌兵服就是全身白色。我最喜欢空军，因为他们衣服好好看，白色吗？空军哦，空军。看，我在看。对了，白色衣服嘛，对对，就这样。哪一队队服最好看？我们当然是最好看的内服农工吧。星星高中黑色的算是黑色吗？你想哪一所学校？卡掉。内埔农工的一队，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学校的队服最好看。每间学校都有特色。一队最热血的时刻，雨中练习，热血，练得非常的频繁，很忙，很热血。做完那个特技枪的那一刻，就是观众很多，他就会听到他们的欢呼声，大家的掌声。那个时候是最热血的时候。对，中午练习时间，我们称叫做冲澡。我觉得是那一段时刻对我来说最热血，又热又流血。这一次准备比赛，从头到尾都很热血。得奖的时候，然后大家一起欢呼，觉得很热血。参加一队最难忘的经验是什么呢？像我就是经常是做彩头的，我就会哭。我哭完之后，我就会补习规则。大家都会说我很黑。表演是到要1000伏。站上舞台的时候，得名那一瞬间。当我听到我们自己第二名的时候，其实我当下已经眼泪快忍不住。然后蛙跳活动中心一圈，这不是没经历过的。还有面对排山倒海的观众，那个身体上就像绑了很多的铅球一样。一个好的队长需要什么特质？领导力要很强，能和队员们沟通，然后主动关心队员们状况。领导力、抗压性，一直放炮没了。要当上队长，一个条件就是要黑。帅、啊，领导有统御的能力，都什么东西啊？若是导板的话，先会先听他的口。走远，可是要走第几栋啊？到底要走去哪里啊？可以。3年级好久没有挖过，我们都没在挖。一样东西到底要对多久啊？想对队员们说什么话呢？我们可能对你们在练习的时候很严肃，但其实我们都很爱你。不要觉得你在一队是在浪费时间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刻是让你觉得跟你站在一起的这群人是你的家人、你的好伙伴。很谢谢你们。真的快了。我很适合去当演员呢、欸，一秒落泪，你去，去面试，去面试了，去面试，试镜一下。不要在旁边说这种话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是见死不救那个、啊，就笑过一波的。真的很谢谢你们在学姐很强大对你们的要求的时候，但你们会扛住那个压力，然后就是还跟我们一起拼到决赛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可爱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，很谢谢你们，然后就是一路陪伴，然后比赛，这些辛苦的过程都会成为你们很好的回忆，所以你们也要相信自己，你们可以在比赛场上做得到，去展现自己的价值。我希望的是你们在比赛的时候或表演的时候，把你们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就好了。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把冠军拿回来，加油！
有什么话想对其他学校说？星星我爱你们。不行啊，有一间学校星星高中，要挑战就要挑战最强。不行啊，虽然你们很厉害，我们还是会尽我们所能打败你们。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进决赛，但是我们一定会让你们眼前一亮，因为我们是最可爱的。冠军是我们的，不要跟我们抢。就这样结束。不行啊，学习新的枪法，你们教我，我们教你，就是让我们的青春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哪所学校的颜值最高？江女主动者，内埔农工，他们很帅、啊、我跟你说，只要是美女队长，他说我要想要你的 IG。 工资闹钟不可能。我们的颜值担当，是不是颜值担当？好的，好的，不行啊！这个是星星一队号称颜值担当的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这是事实。我好看吗？还好。不行啊！那我想要转学了。我们更可爱。我觉得我们有比颜值更多更酷的东西。大家都很漂亮。哎呀，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。想对观众说什么呢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比赛，7月1号见，七月一号决赛见，要来帮我们加油，来看选手冠军。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在 IG 上搜寻屏东女中一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等你哦。这就是青春了。要感动还太早了吧？没错，当天除了热血沸腾的比赛之外，还有国军武器装备存展哦。哦，那我还不看吧？还有超多独具特色的国军单位、社团互动摊位。哦，那我还不玩吧？哎，还等什么？暑假的活动第一发就来，爱国都一样。我是阿布，不敢相信的布，欢迎大小朋友共襄盛举，一起为喜欢的一队打气，也为国军加油！青春不热血，乱到国防部第6届全国高级大学。